你好，首先使用这款仪器之前，你需要把你身上的首饰给拆下来，因为金属的东西它是有导电的作用，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求客户，把身上的饰品给拆卸下来。如果你心脏有安装过起搏器这类的，植入物，请你不要使用。接上电源之后呢，你会看到这两个红色的指示灯，你需要开机长按几秒钟，松手，然后它就会显示这个样子。这里是调节操作的时间，比方说我需要在这一个部位操作20分钟，你就可以调20分钟，然后它会以倒计时的方式进行，完成20分钟之后，它就会自己关机。这个是那个能量的调节按钮，1、2、3档，三档是最高的，一是最低的。我们一般建议使用，一开始使用1档，如果你觉得热量你完全可以接受，就调到2档；如果觉得还是不够，或者说你想要更好的效果的话，就可以调到3档，但是不要一下子就上来用3档，除非你对，这个产品已经非常的熟悉。选择完这两个之后呢，你就按一下 on off 这个 button，你就能看到它有一个灯是亮的，然后你就可以调这一个。调这个的话，你就可以从一个灯变成3个灯。如果你需要蓝光这一个治疗的话，你就最好选择3个灯，因为这样子输出的能量会比较高，它那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，尤其是对于那个痘痘、暗疮，还有一个消炎的一个作用是比较好的。然后在这个地方，你能看到它一闪一闪的，其实它就已经进行。就是在那个工作中了，这时候呢，你就用要水性的溶液，芦荟胶或者说平时补水用的乳液都是可以的。涂完之后需要抹匀一下，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润滑的作用，它还能保护到皮肤不容易被烫伤，而且还能传导热量这样子。这个两个头你需要留意的是，这两个头需要同时的接触皮肤，不能单个接触皮肤，因为单个接触皮肤的话，它会，容易导致那个热量一下子的过高，或者说会被电到，会产生刺痛感，所以需要同时的接触皮肤。使用的时候需要缓慢的在皮肤上进行挪动。具体的操作方法，请参照说明书上面的指示。一般来说，做脸部的话，20到30分钟可以整一个脸部完成，不建议超过单部位，尤其是半张脸的情况下，不建议超过30分钟，否则能量会，就是那个热量在皮肤下会渗透的比较多，积累的比较多，然后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的烫伤。完成之后，你需要长按一下，然后松手，松手之后它就恢复到这个状态，它会一直这样子，除非你拔掉这一个电源线。使用完之后，你需要清洁一下这个头，这两个头需要及时的清洁。如果使用完你一直放在那里不清洁它，它上面残留的那个乳液之类的产品会对这个头，有一个氧化的作用，然后不利于这个治疗头的使用寿命。您还会收到2个这样的一个头，这两个头呢是做小部位的，比方说，眼睛，嘴巴还有鼻子周边比较细微的一个部分，这个头比较大，不容易操作。
那么的话你就可以换成这一对头。使用的时候需要把这两个给卸下来，注意如果它你拧的手比较紧的话，请这样子扶一下这个底座，然后再去拧它。然后安装的时候是这一边，这个短的这个在左边，长的这一个在右边。正常情况下它装完之后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操作的手法也是一样，也是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头需要同时接触皮肤，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被电到。使用完之后请注意敷一下面膜，补水的面膜，因为做完射频的仪器之后皮肤会相对干燥一些，然后敷一下补水的面膜有利于皮肤底下的热量散发出来，然后不会造成皮肤的烫伤，而且可以及时的补水，这样子会对那个治疗效果有很大的好处。谢谢你。